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，今天要来拍《灌篮高手》。没有错，很多人希望我可以拍拍看《灌篮高手》。那我今天要到了谁？没错，就是这么强悍哦的文老爹，敢点玩的文老爹。没错，你们想要看《灌篮高手》，我就来拍一集看看。那拍一集当然要邀请到我们最厉害、最强悍哦的文老爹，就是要。文老爹吼，300千就是这么强悍。每一个先强一下赤木，老爹呢就是300千的满满，然后他每一个角色每次介绍我都笑得不行。什么角色？什么角色的技能很重要？每个都重要，就是这么重要，就一定要给他全点满。太强悍了，老爹。那我来聊一下《灌篮高手》哦，各位看到右上角呢，右上角有这个我的手持，不是手持，手抄。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手抄吼，那。手抄呢，希望可以给各位看得更清楚，就是不一样的风貌啦，不一样的感觉，不知道拍得怎么样，因为我现在觉得蛮卡的。我现在呢，连我的手机镜头都看不到，手机萤幕都看不太到，我只能从我的相机的萤幕去看我的手机，有点难玩，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玩得不太好。不过拍拍看嘛，拍拍看。好，那我主要是玩那个。这个流川青田跟花喜，那前两季蛮常玩流川的，有玩到台湾前100零几过，可以从那个里面去查。然后这一季比较少玩哈，这一季没什么在玩了哦，我在等这个进阶流川。然后这一季呢比较少在玩，不过今天特别邀到了文老爹，一定要来怒玩一波，怒赢一波，看可不可以赢啊？我们努力一下。好，赤木跳到球，这个时候流川就是我先一个备孕之后交给了帝王阿木，直接跨手不掉哦，中投。这个时候流川枫交起来了，流川枫观念就是在一个中间的位置，只要有中投的位置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有空档的感觉，我们就直接可以从一个后仰出手。而且刚才前面是一个一个偷分，樱木偷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看不到萤幕，然后阿森呀看不太清楚萤幕，然后又要这样子讲话，哇，我发现其实不容易，哇，3-2，不容易。等一下，我刚有点手忙脚乱，不容易，要边讲话然后边玩，而且玩的撞哦，帝王中投地中海，文老部直接来一个地中投，帝王中投。然后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刚刚讲说，对，你看我现在就是你看讲话crossover 直接来一个先得分，我先得分哈。前面是花形，我看到前面花形的部分呢，哦，可以简单拉出一个空档，因为花形的跟的速度比较没有那么快，所以我可以简单拉出一个空档，然后就直接中投。好，这边其实刚可以投了，所以这边我就说我刚可以投，我没有投，我的失误，我刚马上说我的失误有没有？然后马上交给帝王阿木。哦，这样边玩边讲有点难，然后我要讲，然后呢又要玩，发现原来玩这些游戏的这些实况组都非常的强啊！边讲话然后边玩有点辛苦啊！我刚才就又是因为这样子漏了一个，我来一个招牌，好不好？跟我玩过就知道哈，我这个招牌流川枫先拿到球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拿到球，然后我就会我要先跟一下，哇靠腰，边讲话又会漏掉啦。哦哟，防守会漏掉啦，就是一开始拿到球就可以直接哇，帝王中投的机会，没错，又是帝王中投的机会。刚讲流川枫就是一拿到球，在中间拿到球，然后就直接 crossover， 通常不会对上来，或者是防守速度都跟不上的，我就可以直接一个空位得分。好，讲完之后这边哇，我稍微又有点没有跟到补防到，赤木漂亮的一个篮板，然后帝王阿木呢，这个时候再一个他简单的一个 crossover， 哎，没有晃出空档，哎，我这个时候一个拜佛，但踩到三分线哦，我赶快回来拜佛回来，哦，我刚刚看到踩到三分线直接回来，就是一个观念，哎，这个时候没有中，没关系，被盖，没有中，没有关系，赤木想要的篮板哈，流川如果踩到三分线，尽量不要硬出手，虽然有时候可以塞进啊，但是还是不要，我可以投，我在投，我刚刚好像可以投的感觉，我觉得刚刚位置可以投，帝王顶投，直接一个阿木严重干扰给他投进去 ，sweet 啦，哦，边讲话边玩，哎，我可以抄，哎，边讲话边玩真的是有点困难哈，然后现在手持，哎，这个干扰到了吧，各位，终于，好，稍微讲比较少话，就啊，等一下。我才要讲，我要讲比较少话的时候就被跳出一个空档，我有看到，但我的讲话手又跟不上，不是跟不上，因为镜头在我前面啊，镜头在我前面，刚刚有点小累个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哦，一个，哎，我可以投了，
我在讲那个解释那个 lake， 我又拜佛回来啊，还好吃木罐，我刚那个拉出来的那个空档我可以投了。我在干嘛？有点紧张，哦，有点紧张，第一次这样录，然后又第一次跟老爹玩，超紧张，不知道老爹那边的粉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，觉得我很戳。哎，老爹这个盖啊追不到了，看到樱木应该就先不用追，先补一个超级。哇，这个时候，哇，被挡到，这个卡位不错，花形这卡位不错，而且。理由上来说，赤木也啊，我可以，也不一定。我因为刚阿神站在我前面，虽然晃倒，但阿神站在我前面，我不确定可不可以投。那我这个时候先来一个，可以了吧？哎，这个有干扰哦，哇塞，哇塞，刚那个我觉得还好呢，刚那个我觉得不错的空档呢，没关系。这个时候，哎，我好像可以拉一个 crossover， 我好像可以，但我好像紧张了，而且我又没有在认真看一幕，等一下。哦，我有时候在看一下镜头，又看一下这个镜位，因为手的位置飘，这样也很能看到荧幕。还好，还好阿木这个严重干扰，在最后三秒的时候顶头进去。这个时候阿神，哇，帝王火锅没有盖到，可惜，差一点就帅气的一个帝王火锅给阿神吃下去。好 ，OK， 哦，嘴有点干，嘴巴有点干，这时候 crossover 之后直接开打了啦。看到这个樱木在那边，花形那边，花形有机会盖一，樱木那个哼哼网有机会盖二，所以我直接开一个大，好、哦，比较难，比较难啊，要这样子，因为他已经哼哼了，很难盖到那个二啦，对啦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哦，我刚讲错，是很难盖到那个二，但是 funk，oh no，funk 就是 funk 哈、哦，一个。放那个一个就是一个轻松的这个音乐的那种感觉，在攻杀回，好、哦，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，好、哦，因为要这样子边看边玩有点困难，不过我还是努力。我们现在领先一分，这个时候我干扰到我这个，嗯，いい感じだ。各位有没有听到我这个这脚直接这个撞哈、哦，直接一个撞，直接不开心，没关系，空位直接拉出来。不是啊，刚那个。哇，顶头有点伤，有点伤。我刚刚这个脚直接撞一下，不开心，撞一下。OK， 阿神在这边干啊！哇，我怎么按一个跳？我怎么按一个跳？我怎么按一个跳？我在干嘛 ？Nice！ 完了，要输了，老爹，老爹，对不起。哇哟，赶快灌篮哦，赶快灌篮哦。刚那个拉出去中投或是灌篮都可以。哎呦。哎呦，这样还好意思说流川枫球星教学来不及盖位置错了，哎呦，我在想说是花形的大，结果是樱木的，哎呦，哇，一次要讲话，然后看这个镜位，然后打游戏，没想到不容易，哇，帝王上篮，但是好像为时已晚了，没关系，我尽量再播一个，我抄一个，如果我抄到，直接丢一个三分球就有机会，抄到，抄到，哎，好，那没有关系。再接再厉，不过呢，感谢今天老爹陪我拍这个影片。好，那不知道这个怎么样？我们第一次拍《灌篮高手》，就是要秀一点，就是要秀一点。怎么秀？我们要到这么强悍的老爹啊！大家给他按个赞起来，站起来！好，感谢老爹。哇，玩的蛮戳的，防守的时候非常多的一个，非常多的一个错，一个补位我都没有补到，我都没有补到，好不好？有点可惜啊，有点可惜。好，那我是吕远镜。这一次跟老爹的合作非常开心，也算是完成一个跟老爹一起玩灌篮高手的一个成就啦。好，那我是吕远镜，我们下次见。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看到灌篮高手影片，你们想看的话留言跟我说。我是吕远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